芒果冰砖搓出绵绵雪花冰，淋上果酱和炼乳，再铺上切块芒果。夏天必吃芒果冰，但想品尝这好滋味，费用可不低。300块以内我都可以接受，因为有一些芒果冰的用料真的是非常的实在。就在200到250都可以接受，只要是满满的芒果都可以接受。看看冰店价目表，不论是哪种类型芒果冰，通通200元起跳。以西门町这一家知名冰店，切块爱文芒果围成一圈，上面再加上一球冰淇淋，一碗要价220元。如果换成土芒果，价位更来到240元。这碗冰呢，240块是有点贵，但是很好吃，下一次应该还会来吃。偶尔吃一下。它的水果蛮新鲜的，然后它的冰是比较绵密的，有240的价值。芒果冰按食材有不同价位，镜头转到南部。搓冰铺满芒果，分量超级大，得2个人一起吃，一碗要价200元。芒果几乎都是以山坡地的芒果为主，它的果肉会让你吃起来会比较 Q 弹一点。那会比一般平地种出来的芒果来的肉质会口感会比较好。一颗颗芒果就摆在桌上，搓冰食材一眼就能看到。店家强调选材反映成本，芒果冰分南北，做法大同小异。至于价位破百，恐怕已是常态。三立新闻王少宇、林良宪、吴雅婷，台北台南报道。